讲一个案例，王某女36岁，就诊时间2019年3月9日，主诉全身各关节游走性疼痛，7年有一看游走性疼痛，说明有风，风性就游走不定嘛，而且各个关节疼痛，一看就是类风湿。7年前无明显诱因，出现全身各关节游走性疼痛，春季疼痛明显。完了，近半年骶髂关节疼痛明显，于山西省第三中医院进行就诊，显示骶髂关节炎、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就是个类风湿的症状。现证件呢，骶髂关节呢疼痛剧烈，难以平卧，转侧后背酸困，腕关节、膝关节酸困，月经量少，经行腹痛、色黑、有血块面，睡觉也不太好，纳咳、排便困难，便秘尚可，完了便量少，经常服用泻药。后来我就问他了。我说你家有没有人得这个？其实一般情况下，这个遗传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。结果他说了，他姐姐有，他妈也有，就这种症状，这一看就是有家族史的。后来就明确诊断，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了。当时就针刺配合麦粒灸。治疗经过：一诊针刺的是太冲、照海、三阴交、地际血海、足三里、阳陵泉、天枢、关元、中脘、合谷外关。你看，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个穴位太冲。因为啥？第一个，首先我们说过啥了？肝肾亏损会造成这个类风湿，是不是？一个是脾胃，一个是肝肾。第二个，因为他长期有类风湿这个问题，其实他已经有点焦虑状态了，而且他的月经也不好，所以当时给他照海，太冲和照海给他疏肝解郁，完了照海滋水涵母，肝肾通调，完了扎了三阴交。三阴交是啥了？太阴、厥阴、少阴、足三阴交汇之处，肝脾肾通调。然后地际血海，因为他月经不太好，所以是给他扎什么地际血海，月事常改地际血海的百征复利的原话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因为地际是脾经的什么穴了？脾经的溪穴，我们说过阴经溪穴多治什么？多治血症，对吧？而血海就顾名思义，这是血汇聚之处，治疗这个血症效果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扎足三里调胃，因为杜甫三里流嘛，而且足三里对于下肢的疾患效果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对于膝关节效果，因为足阳明胃经是不是外系啊？是不是属于足阳明胃经了？是不是下膝并中嘛？对啊，沿着筋骨外连，所以说整个对于它的膝关节效果也非常不错。然后扎的阳陵泉，因为我们一般扎太冲，我都喜欢扎阳陵泉，肝胆通调，因为肝胆相表里，而阳陵泉是筋会阳陵，是不是？本身它又是胆经的下合穴，而且胆经又是足骨所生病，是吧？所以阳陵泉我喜欢用，本身阳陵泉、足三里都可以治疗膝关节疾病。天枢关元。天枢的别名叫做补元，它有个别名叫补元，它这个穴位，而且正好在于脐旁两寸，本身又属于胃经，它又是大肠的募穴，而且咱们说过它大便不好，天枢关元扎上以后，对这个肠胃蠕动效果特别好。经常有患者扎了以后，他说肚子里面就叽里咕噜、叽里咕噜、叽里咕噜，说明什么？他的肠胃蠕动加快了，是吧？而且我们扎什么？扎给他中脘，腑会中脘嘛，给他再健健脾胃，完了合谷和外关。合谷和太冲，它叫开四关，这就不说了，没有问题。而且他手指是不是有问题？我们要给他扎合谷，而且要扎外关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扎外关吗？前期学我都给你们讲过痛症，我知道的。如果看过网课，应该知道外关。外关是什么穴？外关属于哪条筋？属于三焦筋嘛？三焦筋的什么穴？第一个是络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外关还是什么穴？八脉交汇穴，它通是哪条脉？通阳维脉。阳维脉的特点是什么？阴维为病苦心痛，阳维为病苦什么？苦寒热。阳维是阳维维系诸阳经嘛，它解表的一个经。所以我们外观有句话叫什么？一切风寒暑湿邪，外观泄动自然安，是不是？而我们说过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本身正气亏虚之后什么呢？风寒湿热的邪气是不是侵袭人体以后造成了个疾病呢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扎一下外观呢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不是要扎？而且外观本身
对于它这个三焦效果非常好。我们要给它调三焦，什么元气之别系，水液的通道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从三焦给它调一下也是应该的。而且外观对于这个什么，对这个腕关节啊，指关节效果也是不错的，是我们要用外观穴。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外观哈。其实我们郭氏针灸配穴，一个是从五腧配穴，第二是什么，就是从什么十五络穴。像很多学员来后，你说老郭老我应该怎么学习，我爸说先把十五络脉好好看一下，十五络脉它的主治病症湿症什么虚症什么一定要看。第二个呢，什么八脉交汇穴、八会穴，这都特定穴的使用，我们就是这些穴位，其他穴位不用，用的非常非常少。而这个外观既是络穴又是八脉交汇穴，对吧？完了灸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类风湿我们把它归为免疫性疾病，是正气虚弱的一个疾病，所以我们要给它用瓣痕灸。瓣痕灸什么？灸大椎。灸大椎的原因和治疗那个肿瘤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提高人体正气，大椎手足三阳汇聚之处，效果非常好。然后用膏肓，然后用的肝腧、脾腧、肾腧、足三里各组状，每日灸。一诊灸完做了两三次之后，他就觉得颈部、背部包括骶髂关节疼痛明显就减轻了。第三次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啥？哎呀，他说大夫，我找到生的希望了。当时我就愣了，我说这么夸张？他就特别开心，当时那个心情就特别好。他说：“哎，我终于看到希望了，治这个病。”然后呢，我就交给他灸，前十次是我们给他灸的，后十次就要让他每次来让他老公陪他来。比如说，我们一般做瓣痕灸的时候，谁每天和你在一起最近的人，你过来灸的时候就把他带过来，我们把这个东西交给你，你回家自己灸去。你像个艾绒才多少钱？每天那么一点点灸，几块钱都用不了。每天如果有人给他灸，早上起来给他灸一下，或者呢，或者中午有时间了，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二诊呢，二诊后面给他加了风池了，因为啥了？因为他当时有点焦虑，不是，而且就是月经也不好，像那种就是说，如果就是说肝气不舒，肝郁化火之后，火老心神，他肯定睡觉有问题，有焦虑状态的话，我一般都喜欢给他加一个风池，这个风池安神的效果非常好，尤其在这种肝气不舒，我们可以给他脾肝息风，疏肝利胆情况下扎风池，风池是胆经的穴位嘛，而且通什么脉？它是胆经和哪条经的穴位？交汇穴，阳维脉。和阳明脉交汇，所以风池解表效果也非常不错，治感冒效果不错，是不是？我给他扎了风池，而且一般睡眠不好，像那种肝气不舒就扎风池，效果特别好，扎了以后睡觉马上就改善了，而且颈椎不适引起的那个睡眠障碍，扎风池效果也特别好。我有一次扎了一个那个人颈椎不好，一个女同志30多岁，她就是啥，就睡觉不好，我当时就给她只扎了一个风池，扎完风池靠的椅子就睡着了，还打呼噜了。然后瓣痕灸、大椎、膏肓、肝、脾、肾、足三里各九状，每日灸。灸完用了风池以后，睡眠就改善了，而且大便较以前顺畅了很多。三诊到十诊就这么扎：太冲、照海、三阴交、地际血海、足三里、阳陵泉、天枢关元、中脘、合谷、外关、风池。因为啥？因为他骶髂关节还是有点疼，后来我给他加了委中和环跳，而且腕关节这块又给他加了一个内关和什么扎内关和阳池。瓣痕灸还是这几个穴位：大椎、膏肓、肝腧、脾腧、肾腧、足三里、九状，每日灸。十诊之后，他那骶髂关节基本上感觉不到疼，就轻微的疼痛，睡眠也比以前好很多，月经通畅，二便正常，精神好转。然后就啥了，嘱咐他每日瓣痕灸。2020年，他到我们医馆来了，不是要，就是因为啥？我们经常跟他说，你过上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你回来以后啥了，我给你重新定下位，因为他灸，有时候这个灸的吧哈，就跑偏了，所以说穴位要再给它重定一下，看这个穴位有没有跑偏。而且啥就是啥了，全身关节性游走疼痛基本上没有了，而且精神状态非常，基本上给它控制住了。在受风寒后偶尔会有不舒服，就是个字。再给大家多说一句，这个灸呀哈，这个瓣痕灸，你第一次灸的时候它是什么体位，以后就是什么体位，知道了吧？因为啥？因为这个体位不一样，它这个皮扯的也不一样，是不是了？这个皮是在这个位置，但是下面对应的那个位置，肌肉的位置，深层的位置可能就已经变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像你看我这个皮，我手掌这样的时候，这个皮子，我再如果再定一个点的话，我这一弄，它是不是就往前走一点了？这就容易跑偏。所以啥？灸的时候做瓣痕灸，你第一次是什么体位，你以后灸就一直是这个体位，它这个穴位它就不会跑偏，能听懂这个道理吧？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第一次是什么体位，以后就永远是这个体位。再分享个病例，就是啥？是我家一个亲戚，我岳父的一个，他表弟的一个媳妇儿，当时他都肿了，这个关节这块都已经肿了，就是这么灸的。但是啥？因为啥呢？因为他关节肿的厉害，这方面我就给他灸，给他加了个外观，让他用什么？用瓣痕灸，灸的小一点，你风寒湿邪嘛哈，我不要灸太深，这个给他灸的小一点。
他也是揪了，就是说是后来过了一个月，我岳父去参加他们家亲戚的一个婚礼，不是，就问他，肿全部消下去了，而且非常高兴。啊，对我岳父是千恩万谢。哎，我回来也挺有面子。我岳父，哎，这女婿还可以，就肿全部消下去了，就肿。我跟他加了个外观，因为啥，离得近一点嘛。啊，这方面给他加了个外观，瘢痕就加个外观，揪的稍微小一点，因为这个比较细嘛，胳膊这个地方就不要揪太大了。基本上类风湿到现在我们灸了以后都是有效果的，而且对这个病情的控制非常好。咱就说个不好，你就算根治不了，你每天花半个小时灸一下，只要不发展，就跟没病一样嘛。而且啥了，它其他方面的疾病对身体都是有好，起码不得感冒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可以延年益寿。如果就像我们平时啥，你没事灸灸足三里的话，真的是可以延年益寿，比你吃各种补药效果要好的很多。什么吃什么燕之屋晚宴，什么什么什么肾宝。什么什么壮骨什么什么筋丸那些东西啊，真的比吃那东西要好得多得多，而且我们成本还低，足三里自己都能给自己灸，花上10分钟就灸完了，隔三差五的灸一灸，弱小身体还三里长不干嘛，一个星期灸个两三回都顶用的，绝对是延年益寿。